Out of Sky 季赛事拳击机跟腕力机广受好评之后呢，不少网友又留言想看我们挑战这个雷神之锤。那我们就来试打看看，不要做满三。全都破纪录了，看来这游戏果然是跟肌肉力量是成正比。哇！帮我后置闪电。这个王者之锤，我们输的那个呢，要模仿复仇者联盟的其中一个角色给对方猜，猜到猜出来为止哦。好，演雷神就好。好，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把人找过来。找路了吗？好不好？一起来好不好？一起来玩。一二三，刚好三个人。刚好我们也三个，你们就一人选一个人挑战就好，好不好？你先开始吗？好，你要选谁？哦，我吗？谢谢谢谢。应该是赢不了哎、欸，好强啊，真的很强。我们三个一起猜，三个一起猜，好，对，开始。啊，锁定龙蛇，锁定龙蛇，锁了。再模仿一次。这两位选一个，这个吗？完了，回去吧。来，拿起你的雷神之锤。我发现这游乐场的人都还很强的，你就805就好。你如果没有刚好805，就算你输了。好，那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没有，你不用讲了。你如果没有805，就算你输了。好，805啊。啊！那是谁啊？钢铁人对不对？你猜对了，这是钢铁人。钢铁人，你这样你这不行。好，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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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是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他太给你面子了。说这像什么？干，这是什么？喝醉酒的大叔。下一位挑战者，冬泳，哦，哎呦，我觉得有什么条件？用左手，只用左手，然后跟妹子对决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好。啊！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演技可以吗？给过，给过，给过，谢
谢谢谢谢。好了，刚刚我们跟路人 PK 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来比赛一个叫做精准打击。现在我跟波波要 PK， 孟轩出一个数字，然后看我们两个谁打的最接近那个数字就赢了。输的那个呢，一样要模仿一个复仇者角色的人物给对方猜，请出题。750。那完了，我这个差不多。72吗？看波波是输定了。不一定哦。我觉得700多都差不多。应该不到72吧？不可能。哎呀，好！哎，干！这是我们家模仿的角色哎。我觉得这有点，我不知道，没管住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看你都像沙洛斯。你演的，对你这个表演的很好吧？还不错。你告诉我，除了鹰眼谁拿弓嘛？是没错。好，我换下一个。我拿绳子。哦，猜的不一样哦。对嘛，这首应该是有一个盾牌的，对啊，再一次，啊，八后字，对，不要透剧，不要透剧，不要透剧，不要剧透吗？透剧，哈哈，是剧透吗？现在当然是换你了，好，你跟那个孟轩挑战精准打击，我说过出题。出一个小数字，让我有大出胜率，900。出一个最小的数字，没有，我们要出一个800。好，那如果超过850就算输哦，一定要在850以内。这已经700多而已，相信我，700多啦。哎呦，有800，超过，耶！我记得，他有机会赢，不错哎。好，可以，钢铁人，钢铁人，可是这个华丽派对，三只钢铁人，互相攻击。好了，那今天王者之拳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最后，该我也要模仿复仇者联盟的一个角色给大家猜。模仿谁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如果有想看我们三剑客战队挑战其他的项目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